人没掉出来，周波也把那犯罪没掉进去，新闻标新闻的，进来就输啊。台湾民众爱独立，主民当代兵啊，掉进去了，我比方说青龙我好左帅，掉进去了，讲来说重症病来的，进来就输啊，各位，恁的良心吼，提出来看。因为我徛在外口，我讲这几件，你敢批判我叫主席吗？所以我讲道理的，老道理哦，我给他打包回去了。翻到东，啊，老道理，请您离开了。本来的形象啊，哎，今天翻到我的本地边境，啊，台湾的高铁就来了，不是这边进入的。这是度假警察清楚，刚刚来的啊，机会有新闻。机会有新闻，为我们来了，啊，台湾机会很好了，你都珍惜啊，你叫上珍惜，啊，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台湾，那你定个很好的珍惜啊，还没叫上珍惜啊，放出来，安尼，简单讲就是安尼，啊，从过年开始，我刚一直所以讲嘛，咱大家清楚，今仔日，今仔日大家清楚，因为阮来人相比较慢，因为当控制警察来讲。我就叫人啊，但是伊总听听见我的声，所以就叫人。我嘛，真欢喜，真欢喜。啊，伊就听，听到真欢喜。人民的声音，真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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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，真咱有影讲意思，就是看咱来参观灯会的民众，是不是要甲马英九结合啊？哦，因为马英九本来有说伫遮，啊马英九伫遐，足侪人会当去看马英九啊。啊，伊若无要照顾台湾人民，无要经济政治撇开，大家人拢卖上甲结合啊。啊，所以欢迎今仔日来参加灯会的人，看到马英九，甲等下啊。啊，免甲等着面啦，鞋啊等去空中哦挂来，安尼就是表示讲，咱台湾人看无起马英九。拿袖子可以选选哦。啊，受伤的地方。多谢啦，对啦，这就是今边警察已经拗过一遍啦，今仔日伊知我只警察所以拗安尼拗。